这样的女人，男人永远舍不得放弃。虽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但生活中总有一种女人能俘获众多男人的心。她们身上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质。拥有这五个特质的女人，男人永远舍不得放弃。一、懂得自爱。自爱的女人才能懂得爱别人。如果一个女人连自爱都做不到，又怎么能要求别人爱她？女孩子学会自爱，是对自己和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。在男人眼里，学会自爱的女人更懂得保护自己，爱护别人。二、学会撒娇。漂亮的女人不一定能降服男人，但会撒娇的女人却是很多男人的软肋。很多男人都是吃软不吃硬，最怕女人对自己撒娇，如此一来便只能缴械投降。再硬气的男人都抵不过会撒娇的女人，为此可以上刀山下火海。三、温柔贤惠。任何男人都喜欢心地善良、温柔贤惠的女人。男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坚强，有的时候也需要安慰保护。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能给男人很多温暖，让男人不会感到孤单和困难。四、听话不强势。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大男子主义，心底里还是喜欢听话的女人，这能让男人得到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。有些女强人过于强势，不懂得低头服软，时间久了，两个人之间难免会有些摩擦。五、痴情专一。虽然男人有些花心的坏毛病，但他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出轨。男人在感情里希望女人能够做到从始至终的专一，他们很难接受朝三暮四、感情不定的女人，并且也不能容忍一段感情中女人有背叛自己的行为。女人要做到以上这五点，不是为了迎合和取悦男人，因为当女人自己做到了这几点，自己的个人魅力会大增，身边自然不缺好男人。